feeling trapped down on the floor. I don't know what for. Feels like I'm gonna lose. Silence takes a hold. I can't let it go. Chin up, no one knows. But I won't let the stormy seas throw me in open water. Let me have my peace and leave me till tomorrow. Wind into my sail.我们来到洛杉矶艺术博物馆，门口有200多根啊路灯摆出来的一个地标型吧，算是网红打卡地点，我们也来打个卡了。这一幅画我待了有10来分钟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它叫做第四组，但是从每一个人的表情上面都能够看出它里面肯定有很深的故事。第四组什么意思呢？得好好去查一查。这种艺术品呢，确实也是很通俗易懂，充满了一些压迫感。但是坦白说，这种东西看多了之后，还是会感觉一些反胃。这个场馆是现代艺术展示厅，现代艺术博物馆吧。既然是现代艺术博物馆呢，就不太强调那个艺术的造诣或技艺，更多的是通过现代的手段让你去引发一些自己的一些思考。但是坦白说，很多看不懂。很少室内画用这种透视的感觉来画画。这个城市你看出什么来？我也不知道看出什么。他可能在夸张的在描述的一个现代化城市给人带来的那种越来越多的压迫感，错综复杂的交通枢纽，还有密集的那个建筑物，你看那完全没有边界感。而且你看房子全部都是一个一个克隆的，所有人都住在一样的房子里。可能在呼吁的是我们需要空间。然后你看两个教堂，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 mosque 吧，那个穆斯林教堂，旁边应该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城市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会去做充满了喧嚣和噪音的一个地方。然后动起来了。哇，好看吗？谢谢，好看吗？谢谢。越是生活在城市里面的人越焦虑，跟上回看到的那幅画，掐个秒表过日子，多么搭配。
这里一整个场馆都是毕加索的作品，看不看得懂是一回事情，但是总之肯定知道很值钱，很值钱啊，很值钱。Feeling trapped down on the floor, I don't know what for, feels like I'm gonna lose. Silence takes a hold, I can't let it go, chain up, no one knows. 哎，这个也算是艺术品，在这里展览。OK。这个搞不懂了。啊，是约翰肯尼迪的太太，很有名的。对，肯尼迪太太穿的，对，他穿过的衣服，是他穿过的衣服还是他同款？最最出名的名媛。这里面后来不可以再穿。后来嫁给了一个什么希腊船王啊？啊，他一生都是一个传奇人。But I won't let the stormy seas throw me in open water. Let me have my peace and leave me till tomorrow. Wind into my sail, away from things I let go. Floating on the waves, we go bottoms up, we go all the way. When you're feeling down, push the pain away. We go bottoms up.艺术馆里面有很多的韩国元素，但是中国元素呢，我就只在这个门口看到了十二生肖。不过话又说回来，韩国元素不就是中国元素吗？人家很多人都说什么东西都是韩国人发明的，那么中国人发明了什么？中国人发明了韩国人。十块钱毛九一副，真便宜的，但是有够不够哈？便宜多了。我们耳湾是很贵的，我一个杯子就要十几块。这个好，哪套好看？我得买$12。九，这个。那茶具还有什么？这套不够好看。我觉得这个套很好。那么里面去看看。对。8块多就算了。哎，这套也好看，你看19块，我买了一套，23块，一样。这个大，这个容量大。这个不是一样的，它也13块，还贵一点。嗯，茶壶29块才正常价格，好看不啦？嗯。这个你知道吗？在我们那边要买一个茶壶，这一套要70块左右。哦。啊，一个茶杯就十几块，一个茶壶20-30块，东西不一样的吧？也有可能不一样，但是也差不多，这套好看。